反正又无聊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吧，应该有吧。多大面值的都行。哦，有5块钱。好，5块钱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，魔术师最缺什么东西吗？缺什么？缺钱，因为魔术大会啊之类的东西都很贵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发明了一种方法，当你把5块钱对折，它会变成多大？一半吧。一半的，再对折呢？四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再对折呢？8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再对折呢？16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对的。轻轻的吹口气，但是不管你对折多少次，它都是5块钱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怎么变100块？是的，5块变100块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100块真钞是可以花出去的。假的吧？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啊，是可以花出去的。但是呢，你这叫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有一种东西叫做资本主义社会，他们迷信金钱的力量，他们相信金钱的力量是一种信仰。麻烦给我一杯水。可以办到任何事情，因为好人做好事要钱，坏人做坏事也需要钱，所以说呢，金钱和水就能够孕育出生命。怎么回事？